其实做生意和做人一样，每日都要作出不同的选择，但当你选择了之后，就要全力以赴。我从来都不会想，那失败了怎么办？相反，我会花时间去想办法，怎样才可以令件事成功，然后坚持者的想法，带领我的团队达成目标。今后我仍然坚持自己热衷的事业，希望可以走得更远，全力为医美及航空业创造更多的机会。